这个造型呢，不只是朋克风，还有一点帅气。这个皮带就是其中一个亮点。这一头微卷的短发呢，它混杂了日系风和韩系风。然后看一下头发的颜色呢，韩系风又是韩系风。短发不可以做渐层，其实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。当男女生就会专门喜欢穿黑灰白 colorful。年轻就是本钱嘛，所以一定要把颜色呢穿到身上去。